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大熊猫主题的长跑裤，整体好像坐落在山间竹林中一样，起点就有一只熊猫。跑裤整体也不难，稍微有点难度的地方，作者贴心的放了很多存档，掉下去也不用太担心。别着急，等它翻转过来再跳。可可爱爱的熊猫脑袋，中间有销毁跳边边上。等三角升上去再跳，记得拿箱子，第一个不用垫，后面的垫加铺。这里有销毁，需要对角跳，反向加速带上有障碍物，一直跳就行。再给大家看看全景，